前播报，新奇酷炫早知道。8月20日晚上，锤子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行了夏季新品发布会，正式发布了坚果 Pro RS。作为小改款升级产品，坚果 Pro RS 基本保留坚果 Pro R 精简设计，主打炫光蓝和炫光红两种配色，另外配有经典的黑色和白色版本。在配置上，坚果 Pro RS 搭载骁龙710处理器，单核性能提升15.7%，多核性能提升5%，背面搭载1200万+500万像素旗舰级 AI 双摄，可进行 AI 场景识别和优化。前置1600万摄像头，支持背景虚化、实时美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坚果 Pro RS DSO Mark 分数为95分，排名优于 iPhone 8。坚果 Pro RS 采用6.01英寸低功耗 OLED 屏幕，在7.15毫米的机身中塞入了3600毫安时的电池，充电5分钟，通话大于3小时。内置全局线性马达，支持高通 TV Out 2K 超高清输出，延迟仅14毫秒。本次发布会上，锤子还带来了 Smartisan OS 6.6.5 新系统，新增41项功能。老罗在发布会上重点介绍了3项功能，包括 TNT 子弹短信以及无线屏。对于 TNT， 老罗解释称，由于 TNT 在工程上的难度远比想象中大，因此第一批 TNT 订单推迟发货。他还表示，用任何显示屏使用键鼠模式体验 TNT， 如果想尝试触控的 TNT， 还可以考虑廉价的触控平板，不过触控模式仍在内测当中。然后是在此前的鸟巢发布会上已经发布过的子弹短信，这一次锤子将子弹短信的精髓移植到了手机上，包括列表模式下可以发送信息，在任何界面下都可以按闪念胶囊发送子弹短信，对方没有安装软件也可以互相交流等等。接下来老罗介绍了一个全新的无线屏概念，这是一个软件解决的方案，把手指从屏幕下方往上一推，就可以显示远比手机屏幕尺寸更大的画面，移动手机即可切换到不同的应用中，看全景图片也可以使用无线屏功能。对于这3项功能， TNT 重测版坚果 R1 今天启动下载，坚果 Pro RS 在9月12日启动下载，子弹短信软件从今天起启动下载，无线屏重测版坚果 Pro RS 在今天就可以下载，坚果 R1 一周后可以下载。最后在价格方面，坚果 Pro RS 4GB RAM 加64GB ROM 版本为1798元，6GB RAM 加64GB ROM 版本为1998元，6GB RAM 加128GB ROM 版本为2298元。另外还有一些配件，包括加入了手电筒功能，电池型电池移动电源售价69元，软胶透明保护壳售价29元，足迹系列保护套售价79元等等。这款稳健型升级搭载无线屏体验的坚果 Pro RS， 你会温暖的支持一下，交个朋友吗？